今天消息要来关心的是嘉义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南门派出所，在日前是和邮局的行员共同来组织一件诈骗的案件，将民众辛苦欠下来105万保掉了，也化解一件诈骗的危机。民众到邮局改定准备将存款105万领出来，令归行员感觉到有异样，这可能是受到诈骗集团所要求要来提领，因而联系南门派出所。陆环境甲厝边啊，也当到场来关怀，并劝说这位受骗的民众，讲这是诈骗的手法，唔好受骗。但是毕业，这嘛是吼，因为生存吼，惊讲伊的迄个钱真正向扣掉去吼，所以还是坚持讲要甲钱领出来。所以这个时阵，你讲我有过来啦，嘿，到最后吼，行员看办事。无家电吼，紧通知警方吼，到场来阻止啊！他有成功无？啊，尾啊，终于在警方吼，甲劝告、劝告之下吼，伊就放弃，伊就知影讲这是诈骗的手法。啊，这总共105万保险的。嘿，无甲领出来。会来提领存款，主要是民众接到电信局的电话，表示9月份电话费无缴，为着避免其他户头来的金钱遭受到强制扣款以及冻结，电信局要求民众要将账户内的金钱全数领出来。这正是诈骗集团借着着金管作业来恐吓的诈骗手法。诈骗集团的歹徒吼，恐吓讲伊袂使把这消息吼泄露出去吼，啊无将会。对于采取更严格的法律途径、啊、所以迄个富民一直本来足无相信的，好个在吼有足侪人厝边头尾，甲咱警方吼，甲邮局的人吼，共同个劝说下，伊甲先讲这是一个诈骗的手法。陆环境真有耐心，打受骗的民众解说诈骗手法，一方面安抚，一方面要求民众唔好将辛苦。积存的105万存款来提领出来，成功阻止到这起的诈骗案。警方表示，如果有假冒公务机关、司法以及金融人员要求汇出大款项，一定要做反诈骗的专线165的查询，也是报请警方来处理。谢新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。